这里面有可怕的卡。可怕的卡？也可能在这个里面。什么可怕的卡呀？还有可能在这个里面。到底在哪个里面？还有啊，可怕的卡是什么东西？就是一张很可怕的奥特曼幼儿卡。幼儿卡还很可怕？你说的啥呀？就是幼儿卡呀，样子长得很可怕。长什么样？是啊，我把它救出来。我跟你们说呀，那是一个眼睛全白的奥特曼。哦，眼睛全白，你知道是谁吗？谁？这还用说？谁呀？当然是那个新出的奥特曼啦。尔卡迪基奥特曼、摩格巴萨、库卡拉奇星人、西卡利奥特曼、雷蒙、泰基奥特曼、艾斯尔卡、银河维克特利奥特曼。嘿，就是他，对不对？什么？德卡奥特曼？对呀，德卡的眼睛就是埋的。没想到啊，你会怕他？我怕德卡干什么？对呀，谁会怕德卡呀？啊，这么说，那个可怕的婴儿卡不是他？当然不是啦。你再说一下，那个奥特曼还有什么特征啊？眼睛是白的，身体颜色也有点诡异。颜色诡异？这什么玩意？眼睛白的，颜色诡异，会不会是他呀？盖内加古、机械迪洛斯、迪迦奥特曼、泰莱斯通、泰塔斯奥特曼、德罗布奥特曼、柴鲁比姆、蝉人类。哎，你看，你是不是怕他？啊，黑暗迪迦？黑暗迪迦你也怕？谁说不是呢？他有什么好怕的？就是啊。是可怕的奥特曼啦、啊！尔卡凯莫人、风马奥特曼、戴亚伯里克、戴亚伯里克、帝国军团机器人、桑德里阿斯、奈克赛斯奥特曼、S 尔卡欧布奥特曼，哎，应该就是他了。你看，是不是害怕他？贝利亚，我怕他干什么？不怕贝利亚。贝利亚这么常见，谁会怕他呀？就是，我都说了，那个奥特曼很可怕的。你说了半天，说了半天，到底是谁呀？这个，对，你在这扯了半天了，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那个奥特曼是谁。这个，你是不是忽悠我们？没有，真有那张卡，真有，那自己找出来。啊，对，找出来。好吧。海鲁比姆、蝉人类、加佐特、梦比优斯奥特曼、欧布奥特曼、戴拿奥特曼、欧布奥特曼。就是他，你们看，邪恶特利迦。